大家唱着生日快乐的歌曲，来替水里向上安全的秀车中者来庆祝。每一位老大人的面上拢是欢喜的笑容，加上近期各小小朋友大声来替时代来聆听，和今日参加敬老活动的中者拢感觉非常的满足和快乐。对老人家好，现在有啦。小朋友帮我们按摩很舒服，有番薯可以吃，有蛋糕可以吃，还有凉的可以吃，真开心。咱讲，予咱社区内底老大人，啊，甲这个孙仔辈，大家会再做这一个联谊亲子亲孙，这是上好的活动。过而且呢，会当予这老大人出来行行嘞，吼、哦，来运动，来爬山。中央节就特别到了，南投家扶中心为了响应敬老以及照顾新住民的政策，特别甲水利乡上安川以及近溪国小来合办敬老的活动。对此，校长表示。平原山区的囡仔，真济拢是由阿公阿妈来饲养大汉，因自家都因日常生活，就爱敬爱友好阿公阿妈，是搁较有意义。尤其是他们从小在这么偏远的山区，但是他们对于祖父母的感情是非常的深厚啊，要如何去善待自己的祖父母？而且在九九重阳节的前夕啊，办这个活动更有意义。会当和咱的学校的小朋友。我甲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哦，会当来斗阵啊，学习哦，怎么去孝顺啊，安怎去尊师重道哦啊，阮希望讲啊，学校咱教务中心吼、啊、来推荐吼、啊、办这个活动，会当持续来进行吼。由南投家扶中心主导的敬老活动，结合各小学生以及社区新住民和老大人，除了希望提升敬老友好的风气，也希望借此来增加社区内三代亲子的互动和回忆，让社区的气氛更加健康和谐。记者金平山采访报道。